请诸位合掌，跟着我念三声佛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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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谢谢。现在我们开始讲今天的讲题，《金刚经》与自我的提升。其实我想没有讲正题之前呢，先要说明一段事实，就是佛法是无法可说，佛法并没有一定要讲什么法，因此叫做法无定法。跟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的环境的需要，就说不同的法，这要对当时的人、当时的社会有用、有意义，那就是佛法。所以佛法并不一定呢一定要讲什么东西，因此《金刚经》所提出的主要的一点呢，净义就是空。那空的意思呢，就是说它没有执着，没有一定要说什么，一定要告诉人家什么。如果一定要讲什么东西给人的话，这就不是佛法。就好像是说一个湖南人他是喜欢吃辣的，山西人喜欢吃酸的，他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把自己最喜欢吃的东西给人吃，那这几个人在一块儿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一定是一定是争执嘛，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地区生活的环境不一样啊，他的需求也不一样。而在佛法来讲啊，是尊重所有人的需求，尊重所有一切众生的需要，而只要对他有益，就给他什么，这就是佛法。那我们现在讲我们自我的提升呢，我今天呢把它分成几个段落来加以说明，也请诸位指教。第一，《金刚经》的自我观，我们先介绍自我的层次。第一，自私的自我；第二，博爱的自我；第三，实相的自我。自私的自我，我们一般的人称为它小我，这个是正常的。我们如果不为自私的自我而生活的话，我们就不容易生存下去。所以为自我个人的利益而追求而努力，那就是小我。我们通常听到说人不自私，下边句是什么话？天诛地灭。这句话是正常的。如果人呢不为自己的福利而努力的话，他还有生存的余地吗？还有生活的可能吗？所以小我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自私的我并不是一桩坏事。
自私自利，在中国啊，还有一派哲学家叫做杨朱，诸位听过啊？所以把我一毛二利天下不为也，听起来这好小气。可是呢，如果人人呢都能够为了自立啊而奋斗而努力的话，我们这个社会不是都能讲自给自足吗？我们这个社会不是啊就能够啊非常的富裕吗？所以小我是不能有不能没有的，但是小我也有啊它的范围，一个是个人的小我，其次啊是啊夫妇两个人的小我，然后有一个家族的，然后啊是一个团体的，然后呢很可能是一个宗族的，或者是呢一个民族的，一个国家的，乃至于啊整个的人类的，这都算是小我的层层的扩大，这不算是大我。比如说我们人呢看到老虎，说这老虎是可恨的可恶的，就是都是猛兽，是应该被消灭的。这个是我们人类的自私，站在人类的立场，而没有想到啊，众生也是平等的。我们有权利生存，那老虎它为什么没有权利生存？它在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是同样是为求生存，为什么它是不对，而我们是对的？这就是啊，所以小我也有层次。那么从佛教的立场啊，所以众生平等，这算不算是大我？是，就是众生平等，这就是大我了。因此，下面第二个叫做啊。博爱的自我，博爱是对一切的人是以平等的呀待遇和胸怀和关怀。中国的儒家也有这样的说法，所谓爱人即无名包无语，就把无啊也包括在内，这个我是不是人我呢？或者是包括着宇宙的所有一切的东西？这很含糊，也可能是啊，仅仅是人类，也可能呢，包括了所有的一切的有生物和无生物。因此，这是成为大我。所以大我啊，很多的人把大我称为无我。所以牺牲个人的小我而完成大我，就叫做无我，有这样子的一种说法。这个革命家、宗教家和哲学家们呢都有这种心怀，所以不为自己，不为个人家庭，而为国家，而为民族，而为全人类。现在一讲是吧，世界和平，希望世界的人类啊都能够啊达到和平的目的，都能彼此啊不要互相的残杀，这是啊现在大家人的希望啊。那么就是说，这是整个人类的一种啊爱，叫做博爱。可是对于我们佛教来讲啊，是希望一切众生彼此之间呢、啊、都能够啊共荣共成。爱人是第一，爱众生也重要。第三呢，我们讲实相的自我，这是就《金刚经》呢的观点来说了。《金刚经》是讲的实相是什么？《佛经》里边讲的空，是
空间的空啊，还是空无的空？空间的空，是啊，有回旋的余地，有互动的余地，所以需要空间。而因为有空间，所以啊，有变动，有时间上的变动，有空间上的变动。因此，一切的现象啊，都是在变动之中而存在，存在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这变动在哪儿变？是在空间之中变。所以佛法讲无常，就是因为变的关系。佛法讲无我，因为是一切的东西都在变，不有没有啊决定的永恒的不变的一个自体，或者是我。因此呢，在一般的人呢想象之中的假象的我当然是不存在。那么另外，在哲学家以及啊宗教家所信仰的，所最高的最后的神我，也是啊一种观念的存在，不是啊真实的有这样东西。因此在佛法来讲，说实相就是空相，空相就是无相。那以空为自我，这个空怎么可能成为自我？这是啊放弃了放下了自私的自利的，或啊以自我为中心的，或者是啊以功利主义为出发点的这种观念之后，这叫做啊实相，这叫做无相。无相一共有三个名字，请诸位看了啊，这个三个名字，一个叫无愿，一个叫空。这个三个字啊，三个名词啊，联合起来称为三解脱门。如果我们呢要希望从烦恼得到解脱，从苦难呢痛苦得到解脱，从一障一力的束缚得到解脱，那必须啊要亲证无相、无愿和空。那么为什么空就是无相，无相为什么就是无愿？这个愿的意思呢，我要解释一下。从佛法的立场来说，凡夫的众生生生灭灭的存在，这叫做流转生死，这是啊由于造的善意和恶意的原因。而造善意，我们呢就在人间和天上；如果造恶意，就在啊其他的众生里面去。或者是造的善意不够多不够好，那生在人间呢就变成了这个比较啊受到苦难比较多。那么在已经解脱了的菩萨圣人，他们也在我们这个人间或者是在我们这个世间来广度众生，他们也以父母所生的肉身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他们也受苦受难，可是呢他们心中已得解脱啊。所以他们虽然同样的在我们人间呢也是受到苦难，可他心中没有烦恼，所以这种人的解脱叫做得了解脱的。
而凡夫的众生在生与死之中浮沉，是由于一力，而菩萨们呢，在生与死之中的来往，我们叫它道驾什么？道驾慈航，那是啊，靠的愿力。这个愿力是什么时候发的？是啊，最初发心的时候，发无上菩提心，要发成佛的心，要发行菩萨道的心。发了这个愿之后呢，生生世世啊，学菩萨，行菩萨道。等到他们已经的解脱之后，他们是不是还在人间呢？是。虽然他们已经解脱，这个时候他们不以一力，也不以愿力来在我们世间，他们还在我们世间，这个是叫做无愿的。有愿，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解脱，还算是凡夫的菩萨。无愿，是不要再发愿。像我们呢，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要立个志向，要准备要做什么，希望要做什么，有个计划要做什么。而等到无愿的程度的解脱了的菩萨和佛，他们不需要计划，不需要立个愿，发一个心，他不需要，他已经呢，已经在愿上面。就好像是说火车啊，这已经开了以后啊，它不需要再加马力啊，它自然的往前走，或者是啊，这个车子往下的时候啊，只要一动啊，它自动的往下滚，它不需要再加油做什么，这个叫做无愿的意思啊。如果还有愿，这是啊，从凡夫的立场看，一到无愿的时候呢，已经得到大解脱的菩萨或佛，所以叫做三解脱门。那么到了三解脱门完成了的人，就是我们《金刚经》所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没有四种相，他们还在人间广度无量的众生。菩萨不是说众生无边怎么样？对，众生无边誓愿度，所以我这一生度不了几个人的，连我自己是不是已经度了是问题的啊？是度不了几个人，但是呢，我们的理念、使用的佛法，它是无限的，所以我们不以时间空间呢、作为我们的这范围，那个时候才叫实相，这叫无相。这个时候是不是我呢？是，并没有失去自我。我在美国的时候，这个是15年前，有一位美国人呢跟我一起修行禅法，打禅期。因为我讲无我，因为我讲啊，当开悟之后呢，就会把自我中心呢融化，而把自我啊，小我不见了，大我也没有了。我们这个外国徒弟啊，到了第三天打坐做得很好，他几乎自己快要没有了，没有手，没有身体，没有头，他说自己究竟在哪里不知道，他在很恐惧。然后呢，就来马上找我了，他师父啊，我想回家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做得非常好啊。我说你打坐做得非常好，为什么要回家？他说我还有女朋友啊，如果变成无我了，我是不是我还要结婚呢？我可以不结婚，但是我的女朋友她不能不结婚呢。
所以我想我不能再做下去，再做下去真的开了悟啊，就变成无我了，就要跟师父你一样了，那我不干了。他的意思把无我啊、无相啊误解了。我们的叫 无我无相，是指的心中啊不要执着。昨天我讲的无助的意思，不在乎。有太太，但是呢不在乎太太骂我不骂我，爱我不爱我，但是呢我把太太当成太太，我做好我的先生，这就好。如果在乎的话，那你常常会跟太太吵架，又会太太跟计较。所以这个地方呢，自我是真正的做到无相的实相的自我的话，这是得大解脱。得大解脱的时候啊，不计较不在乎是在家或者是出家。下边呢，执着的自我，我们看一看啊，四大五蕴的我和功过果报的我。四大是无作的世界，四大不要被一般的人所骗，所以九十财气是四大。佛法里边讲的四大是讲的无著的主要的元素，叫做地水火风。这个是在印度的哲学里边呢，除了佛教之外，其他也有几个派哲学也讲无著的世界分为四大类。这主要是对人的身体的分析，至于自然界的物质世界，也可以以此类推。我们以自我的身体啊，知足啊是最重要。所以佛经里边把我见称为叫萨迦耶见，这个所有的一切执着之中，最难破除、最难放得下的是啊，身见。身是我们的命，什么都可以不要，老命不能不要。一切都可以放下，老命放不下。当然，也有的人呢，爱财就不要命，有没有这样子啊？有。可是真正的要他命的时候啊，他会把财放下来，还是命最要紧。而我们生命的存在和感受，除了身体之外呢，就会落空。所以四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身体的四大是什么？血液算是水，鼻涕也是水，骨头、皮肤、经络算是什么？算是土，算是地。我们的温，体温呢，算是什么？算是火。我们身上的许多的呀，空气以及啊我们的呼吸，这叫做什么？风。这叫地水火风四大为身。如果把这个四大分开来看，我们的身体就不存在。而这个四大本身呢，也经常啊不断地在变化。我们喝水，我们尿尿，这是水的这个变换。我们吃饭，我们排便，我们洗澡，
我们把身上的许多的这个垃圾把它清除，漱口、刷牙、剃头、剪指甲，这些通通是什么？所以什么？所以地大的变化。而我们的呼吸，每一口气都在换什么？换我们的气，换风大。我们的热能呢，是吃了东西才产生热能，热能又变成力量，变成一种啊能源呢，而散发掉，这常常在变换。所以四大为生，这是暂时的，不是永恒的。然后再说五蕴是什么？五蕴呢，是精神和物质、心理和生理的两个部分。五蕴呢，第一是啊，色蕴，这个就是啊，颜色的色。这个是颜色的色，实际上，翻成英文呢叫 form， 不是 color， 它是这种形有形状的东西，也可以是红的、黄的、绿的、白的，也可以是啊方的、圆的、长的、扁的，凡是啊有形状可以表现的、可以摸得到的、可以看得到的、可以接触到的，甚至于用耳朵可以听到的，都是属于色。哎，耳朵可以听到的算不算色啊？是啊，是一种物质体来传播到我们的耳朵里边来。有的是啊，眼睛可以看得到；有的啊，是用我们其他的观能可以接触到；有的用我们的五官没有办法体验到的。这是维系物质，也算是色。下边的四种叫做啊，受、想、行、色。受是即受，实际上是感受的意思。感受啊，是心理作用。感受以后想，想的意思啊，说，哎，我刚才接受到的是什么？接受到的是什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啊？行是要产生了反应的，反应说我怎么办？不管是怎么样，凡是心里边准备要反应的那种心态、心理活动，叫做什么？行。受、想、行加起来，下边就是色。这个色字啊，又含成两种意思，一种啊是认识的色，是啊一种分别作用，是了解、认知作用；另外一种啊是更深一层的，是精神。这精神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身心的反应的种种的活动啊，变成一种能，变成一种力，而储藏在那个认识的色之中去。然后呢，这个就变成了因，然后啊，从因还会到经过一个过程之后啊，就变成了受报的结果出现。所以我们从这一生做了坏事，到下一生还有出现，就是什么从这一生到那一生去，是那个认识的事。这是啊精神作用。可是在我们这一生的时候啊，有认知的作用在里头，可是呢到另外一生去的时候啊，在认知已经不存在，而只有一种能、一种力的作用啊存在着，这叫什么？这叫做色。所以这个五蕴的本身呢，是包含着我们的生命的肉体的部分和心理的部分和精神的部分，以及啊从此一生到彼一生呢的连接的过程之中的一个生命体的存在的。
这个叫做我，所以这一生的我，现在的我，这一年的我，下一年的我，一直到来生的我，都是由四大五蕴而完成的。这个是啊，有执着的，以四大为我，以五蕴为我，因此《心经》才说用般若来观照五蕴是空的，这个时候才能得解脱，才能得自在，是不是这样子啊？是啊。下边呢是功过果报的我，在我们的人间呢，许多的人是希望人家赞叹的，许多的人是希望人家鼓励的，做好事是希望留名，有的人希望流芳千古，垂名千古，有是不是这样子啊？还有扬名什么四海，但是如果有这种心也是正常的。我们一般的人呢，能够鼓励他使得他做好事，能够表扬他使得他做更多的好事，使得更多的人见贤思齐，也更多啊希望也能够受到表扬，这不是更好吗？所以任何一个团体或者是政府，对于这个优秀的、优良的、成绩好的、贡献多的一些人士啊，要给他们嘉奖，要给他们怎么表扬，这也是值得做的。但是受表扬的人如果就是为了受表扬而去啊努力，那就完了。比如说我圣言呢，在前年曾经成为好人好事，其实对我来讲，我说好人不是我，我并没有做什么好事，我也不是好人，因为啊我认识了很多好人，他们都想做好事，我就帮忙他们呢做了好事，成就了这些好人。我是一个人，我能做多少，这一切的事都是啊许多的人积聚完成的事。这样子一想啊，我们这个自我啊就会淡化，就会减小。可是很多的人呢就是为了争功，还有一个什么争功的人必定是什么伪过的人，他希望把人家的功劳抢过来，假如有了过失马上退位，就这不是我的，这是他的，这不是我的，这是他的。有的做官的人呢，做中间的官最好做，上推下推，说这个是上面交代的 不妥当，这个是下边做的不对，这是我们也是，这个这叫推事啊。真功必定是伪过的人，所以是啊，我们呢不要做真功的人，我们要把功要给人，过是不是我的？如果没有人承担，是我的有什么关系？有人承担，说是他是的，那我不需要一定要把过失变成我的。如果没有人承担，一定说是我的，那就是我的吧。佛经里边呢，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和尚是傻乎乎的，曾经呢是这么一个和尚呢。有一个少女怀了孕，
人家跟他讲，谁跟他讲啊？是他的，是这个怀孕了的那个爸爸讲的啊，但是不是爸爸，就是未婚的妈妈，是受了未婚的那个爸爸的唆使，说这我不能承认的，我承认了麻烦呢。他说那怎么办？他说我们后边有个庙，庙里那个和尚傻乎乎的，你就是说这是和尚的吗？好，这个少妇啊，就少女啊，怀孕的少女啊，就跑到庙里去讲了，说和尚啊，现在我肚子里这个孩子是你的。这个和尚说啊，是真的吗？他说你忘掉了，当然是你的。哦，好好，那好，那就是我的吧。好，那这个后来生出来了，生出来以后呢，这个妈妈就把这个小孩送去了，说这个小孩是你的，你应该要养他。这个和尚说好啊，那就是我的吧，你给我啊。哦，四周的人哦，信徒啊，都骂这个和尚，这个和尚什么不敬啊，六根不净，最后就骂这句话，人人都骂他。本来这个和尚还有人供养，结果没人供养，和尚变成个叫花子，就要饭吃。他还是捧着这个小宝宝啊，到处要饭吃。后来那个小孩子长大了一点了，这个和尚大概送不掉，准备把他做小和尚了。嘿，后来这个未婚的爸爸和未婚的妈妈，他们彼此结了婚了。结婚以后呢，又来找这个和尚，说和尚啊，你知道这个孩子是谁的？你们说是我的啊？不，这个孩子是我们的。哦，是真的，那你拿回去吧。这样子，这个和尚就，这个孩子就被人家抱回去了。人家就骂这个和尚，你怎么这么傻呢？啊，你怎么这么傻？和尚说我是个和尚，人家没有人要的小孩，我当然就是给我咯，人家要，既然有人要，那就抱回去咯，这个我怎能做到这一点呢？功过果报，真功伪过，而有的人呢，只希望得好的果报，不希望得坏的果报。很多人害了病呢，就在那边怨天尤人，说我这一生呢没有做坏事，为什么偏偏要害病？那一些人做了坏事，为什么他们不害这种病，叫我来害这种病？这好像是老天呢不公平的。其实从佛法的道理来讲，一切的果报一定有它的原因。我们得到果报之后啊，不要再问了、为什么这个样子的果报，为什么我得到这样的果报。很重要的是如何地啊，能够改善我们现在已经得到的果报。比如说我们生在一个很穷人的家庭，这是已经是果报，你不要骂父亲骂母亲，父亲母亲你这么穷，你还把我生下来教我受苦。我们呢已经得到的果报无怨无尤啊，一定要想办法如何的来转变我们的已有的命运，已有的环境，来改变它，来改善它。那生在穷人的家庭没有关系，一切都要改，要改善的，用我们自己的努力来改善我们已经既有的事实的环境，这个叫做改变我们的果报。这个还是有我的啊，有我的，从不好而变成好，还是有我的，希望我能够更好一点，更好一点。这个是我的执着，
从不好而变成好的，所以我的执着不一定是不好的。所以有很多人讲，你不要执着了，你不要执着那么自私了，请诸位不要骂这句话，自私是正常的，自私而害人那就是不正常，自私而不害人，自私而人家也能够因他自私而得福，那会更好吗？下边我们再看啊，假名的自我。金刚经的第一句啊，就有一句，第一句话是什么？如是我闻。这也被好多人问起，佛法讲无我啊，为什么经典里边呢一开口就是讲我，是不是佛教也讲我？我说讲是的，这个地方我是指的阿难尊者，是指的听法的人，是当阿难尊者听到释迦牟尼佛说法之后，他回想，他复诵，复诵给谁听？复诵给以后其他的人听，说当时我听到的，我亲自听到的，听到释迦牟尼佛是这样子讲的。这表示说有证人证明这是事实，因为当时我在那儿，以我作为啊是听法的有信用的人，是我亲自听到的，请你们相信我，我是这样子听到的。这个我是假名的我，这个我是代表听法者。下边第二项，《金刚经》又说：“若以实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心邪道，不能见如来。”这是《金刚经》里边很有名的一句金句，或者是一个偈子。这里边讲的实际上就是重复做，不要注意啊声香味触法，不要注意色声香味触法。有一些人呢认为佛有32种大人相，那么32种大人相，这是属于什么？属于色，属于形色，属于颜色。那《金刚经》因为讲到，如果说用了32相来见如来，这个人是不是真的见到如来？不一定，因为啊，佛是有32种大人相，除了佛以外，还有一种人也有32种大人相，是什么人啊？转轮圣王，这是啊，印度的神话。印度的传说说有一种啊，统理天下而不用武力，有武力而不用武力啊。我昨天也讲到武力的事啊，有武力，它是有武备，但是不用啊战争的，武备很强而不需要战争，这叫做是。而统治天下的人叫做什么？叫转轮圣王，这是啊印度的理想的一种啊政治社会。可是佛另外32种相里边
也有一种啊好听的阴森的像，他的声音跟我们普通人的声音不一样，这个也是一种大人像的声音。还有佛说法是有声音说法，如果用佛的形象和佛的语言来求见到佛的话，这个人呢见不到如来，这个人是行的邪道。那么这个地方讲的用的两个我，若以是见我，以音声求我，这个两个我啊都是啊假名我，如来也常常说我，这不是啊我们凡夫的执着我，而是啊假名。因为他如果不说是我，那对于说法的人来说啊，他没办法交代，他没办法表达，如果需要表达一定有对象，用语言文字表达的时候一定有对象，有对象就有你我，所以需要有个我的。但是这个我已经说明了是啊假名我，不是啊真实的我。又云若有人言如来若来若去如坐若卧，世人不解我说说意，此为说法者的假名我。如来的意思啊，这地方非常的清楚说的啊。假如有人说如来呢，哦如来来了，哦如来去了，如来现在正在坐着，哦如来现在正在卧着，如果有这样子讲，那一定不是看到如来了，那是看到如来的肉身，看到如来的实身，看到如来的假象，而不是看到如来的呀真实的呀实相的如来。实相的如来是实相有相没有相，实相无相，而实相无相是不是就等于没有相？无相啊而无不相，下边有这句话啊，虽然讲无相，可是如来的法身，如来的身体啊偏于一切，处处都在。现在我请问诸位，圣严法师在这里说法，是不是代表着如来在说法？谢谢。我不是如来，可是说的法念的经是如来的法，那么如来究竟在哪儿？既然如来的法从我的嘴里说出来，那如来的法的力量是从我这个身体里边发出来的，那有佛法之处就是如来所在之处，不一定说我这个身体就是如来，不是，而是我自然代表着如来。那么诸位正在听如来的法，已经听到你们心里面去了，你们是跟如来啊相应的还是不相应的？你们认为，你们诸位认为这些话都是狗屁，我才不相信，那就是你的心啊跟如来的这个法还没有相应。心不相应并不表示你啊跟如来不相应，如来从来没有离开你，而这是你这个时候啊不承认你自己就是跟如来在一起的。
因此禅宗有一句话说，天天呢夜夜供佛，夜夜抱佛眠，朝朝供佛起。夜夜每一个晚上啊，抱着佛睡觉，而天天呢，早上啊，又跟佛啊一起起床。诸位知道不知道啊？很多人认为如来是在供的庙里边，很多人认为如来是在西天。那错的，如来没有离开我们一寸一分。我圣严法师在讲《金刚经》，当然我相信我跟如来是同样东西，而你们诸位也必须相信你们自己也跟如来无二无别。不过呢，你们诸位听到过没有？有人形容我们中国是一只碎狮，有没有这样的形容啊？说东方的中国是世界的一只碎狮，还没有醒。当他醒的时候啊，是领袖世界的。有没有这样子讲？有听到过哈？那我们这个如来啊，每一个人的如来啊，是在做什么？是在冬眠状态。这个现在呢，听经呢，就是等于在听什么？听雷。春雷呀，一响，许多的冬眠的一些众生呢，就要从洞中醒过来了。所以称说法叫做正法雷，即法鼓。佛法在世，佛在世，如来有出世或不出世，他说法或不说法，每一个人本来就是如来，并没有改变，并没有少。不过诸位呢，不知道自己是如来。好，下边呢，我们讲《金刚经》的自我升华。第一，认识自我。《心经》讲观五蕴皆空啊，所以说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不见五蕴空，即生一切苦啊。照见五蕴皆空，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五蕴，能够把身心精神所组合成的自我看成一种啊不断地在变化的过程的现象，你就把自己呀不会看成那样子的呀认真得到的舍不得丢，没有得到的拼命的追。今天我看到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 我不认识她，后来人家讲，她说她从小就在这，我说啊，那我把你看大了。后来我就问这个小女孩，我说是不是你把我看老了？她点点头，是你现在已经老了，已经有十多年了。我常常看到她，这个看个小女孩，最近啊好，这差不多有一两年没有看到她，一下子就变成是个大人了，我不认识她了。哎，这个小女孩认识我，我说你认识我吧，还认识。大概老的人呢，这变得比较少一点啊，小女孩变得多一点。可是老人也会变呢。我这个眉毛过去只有两根白眉毛，现在变成四根。这个头发但渐渐的更多起来白的。这个就是在不断的在变。
既然是在变，那这个身体不是真的。既然不是真的，不要看了那样子的执着它。那我们身心都是啊一种临时的集合，你就可以把它当成一种啊空的存在。我们讲过空是什么？空是空间，是不是？是啊，我们的身心的组合是因为空间的存在在变化而存在的。实际上是空间的不同的不断的在变动。如果能够承认这样子的话，我们自然而然对自我不会看了那样子的重视。可是有的人就问我，师父啊，我既然我们这个身体是空的，那早一点死也不是可以吗？已经没有用的嘛。这就错了。我们虽然是空，空是不要执着它，但是我们还要用它。用它做什么？用它受报。用它做什么？用它修佛。用它做什么？用它修菩萨道。所以做了一个佛教徒，不能够因为身体是空的你就可以死了，死不得，你死了以后还会来。第二句，金刚经观六尘皆空，故应啊，所以说不应住色身心，不应住身相味触法身心。我们再念一次，金刚经观六尘皆空，所以说不应住色身心，不应住身心相味触法身心。若住六尘，即呀不得迷度。这个六尘是什么？是啊，我们的六根六色所对的环境，面对的环境。我们的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有六根对六境，就是六种环境里边的现象，也就是六种啊面对着我们的环境的现象而产生心理作用的时候叫做六色。如果没有六尘，只有六根，是不是会有啊六色的现象发生？不会。六色的里边的活动啊多是因为啊外边的环境的影响。外边的环境动，我们呢看到了以后心也跟着动。外边的环境好不好都是由于我们六根接触以后对于我们自己的六根的自我的判断而产生的认识。因此啊所谓造业作恶行善修复多啊是跟六尘有关系。修福报还是需要有六尘。比如说诸位看到的听到的人和事，我们需要来改善它，或者是啊来帮助他，或者是希望从他学习到什么东西，得到什么样的呀一些呀成果，那都是需要有六尘。但是从金刚经也就是从佛法来讲，我们虽然面对呀环境处理环境中所有的一切的事，但是呢心里头不要把六尘呢
当作是不变的东西，也就是讲不要在乎六尘，所以你做了不要再想到它。比如说我们救了一个人，救了一个人，你心中不要再想到你救了人。你做了一样好事，行了一样好事，行了一样善，你不要再想到你做了一样好事，行了一样善，你心里边不要老是想着。如果你心里牵挂着，做好事啊，不是真的好事。做好事而心里牵挂，这是啊，叫做有漏的福报，有漏的善意。你心里牵挂着，就会产生两种可能。第一，你要回收，你不能回收的时候啊，你会产生呢怨恨、愤怒。第二，我们这一生不回收，我想到这一生我来接近你的来生缘吧，有人这样子想的啊。既然你要接他的来生缘，这一生你不回收，来生你还会回收。既然回收了，那这个福就没有了。因此我们讲福啊，如果修福以后你还要收回收的话，这不是真的修的福报，这就叫有漏的福，不是真的福。因此我们这里讲要不住失身心，不住啊身相未触发身心，就是对我们的环境呢不要在乎它，但是我们要用智慧心，要用慈悲心处理一切当前的事，或帮助啊一切当前的人，需要帮助的人，这叫做啊不住而生心。这《金刚经》呢，非常重要的，住而不住。现在我们再下第三点呢，《金刚经》以啊信心为我，这是对于啊未有还没有解脱的初发心的菩萨们，应该以信为基础。所以菩萨一开始要得信成就，如果信心不坚固，信心不成立，我们很可能呢今天做明天就不做，今天向这个方向明天可能有改变另外一个方向。所以这个信心非常的重要。现在我们往下看，由持戒修福者，以此《金刚经》的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当知世人不以一佛、二佛、三世五佛而种善根。又云：乃至一念生尽信者，信是由持戒福德，也信呢有善根，这都是啊我的意名。信心成就啊，还是啊属于贤位的菩萨，不是啊已经得到解脱的大菩萨。可是不从啊贤位，也就是说凡夫开始来学佛，你必定呢也先要有信心。我们这个地方呢是讲的《金刚经》，就是要对《金刚经》所讲的道理要有信心。是什么人才有对《金刚经》有信心呢？是持戒修佛的人。所谓持戒啊，持戒的意思是什么？我再这么解释一下。持戒有两层意思，一层呢是消极的，
许多的事啊，不应该做，有害人的事，有害众生的事，不应该做，这是消极的持戒。可是还有积极的持戒，如果是应该做的，你不做也算是犯戒。应该能做的事，你不做也算是犯戒。应该你可以学习去做的，但是你不学的去做也算是犯戒。这就是啊，菩萨道的观念了。有所不为，有所为，一个是消极的，一个是积极的。而菩萨戒呢，是积极的。所以很多人学佛的人呢，一学了佛，就只有念经念佛，我不做坏事，我是一个好人，我只是持戒的人，我天天在念佛。那请问他们做了些什么好事？也许他们说，我念的佛回向给他们，是希望他们功德给他们，因此呢他们得到福报。这个太消极了。有一些人呢，只管自己好好修行，而不帮助社会，不关心他人，这种持戒也算是持戒，是消极的持戒。而真正的是菩萨道的持戒呢，是积极的。请问诸位，你们相信的持戒是怎么持的？啊？我们呢？很多人持了戒以后，怕犯戒，所以呢，又不敢持戒，因为不持戒没有关系，犯了戒都有问题啊。有的人呢，就是说，比如说学了佛以后，我们应该学佛以后的人呢，信了佛以后的人，一定要有不可以做的事，那就是五戒。可是很多人学了佛以后，说我慢慢的来，我怕什么？我受了戒，如果犯戒的话，下地狱。我现在不受戒呢，我反正没有戒可犯，我大概不会下地狱。这种想法对不对啊？不对，没有这回事啊。所以这个地方的持戒修复啊，持戒的人必定是修复的人，一定是这个样。因此在这个经典里面讲，五戒又叫做五种大布施，五戒又叫做五大施，又叫五种大布施。持戒的本身就是啊修行修福的，是一种行为。只有这种人，所以持戒修福的人，也就是说已经信仰佛法的人，已经呢在佛法的路上啊在修持菩萨道的人，他对《金刚经》的句子，仅仅如果《金刚经》的句子任何一个句子啊，能够相信而意味是真的，那么应该知道这个人呢，在不仅仅是一个佛、两个佛、三世五佛种过善根，所以是一个佛出世啊，是相当长的时间。我们释迦牟尼佛出世以后，到现在还没有另外一种佛出世，我们还在等待他。那么经过一尊佛，经过两尊佛，经过三尊四尊佛，持着更多的佛听佛说法修行佛道，而种了善根。也可以讲，能够听金刚经而相信这个金刚经是真的，是这个样子，我相信了，这已经呢修行很久的人。诸位相信《金刚经》是真的吗？
那你们诸位也是不与一佛二佛三世五佛二种三根的人了，一定要相信，对不对？好，不过下边呢，相信以后呢，你们有责任了哦，要持戒咯，要修佛咯。下边我们看第四条，《金刚经》的自我，从有信心的自我提升至实相无相的自我。所以《金刚经》里边如此说，须菩提言，我今得闻如是经典，信解受持，不作为难。又说，得闻是经，则生实相，当知实人，成就地稀有功德。世尊，是实相者，则非实相。这就是自我的提升了。第一个段落是有我的，以信心为我，信《金刚经》的人，在修持佛法，在持戒修佛，这是有我的，以我来信佛法，信《金刚经》是真的，这是有我的，而提升，提升到什么？提升到《金刚经》里面说的，说什么呢？说，我今天像须菩提这样说啊，我现在听到《金刚经》这样的一部啊佛典呢、啊，所说的道理，相信它，理解它，接受它，而且照着去做，并不困难。又说，我听到了这部经之后啊，或者是有人听到了这部经之后啊，就能够升起实相。我们前面已经讲，实相就是无相，实相就是无一相不是佛，这个就是实相。应该要相信和了解，像这样的人呢，就已经呢成就了最难得的功德，第一难得、第一稀有的功德。为什么？因为实相啊，即非实相，这是《金刚经》里边的一种辩论法。是实相者，即非实相，是名实相。应该下边还有一句的啊，这个以《金刚经》的这个论辩法，这个是实相者，即非实相，是名实相。但是这一段的经文，经到这里为止，经到什么？经到说是实相者，则非实相。实相是什么？很难懂，但是啊，很容易。诸位看到我的手哈、啊，诸位看到我的手，看到我的手动了没有？有没有看到我的手在动啊？有在看到动。现在诸位还看到我的手在动吗？没有了。那我的手在动是在哪里动啊？在什么里边动？啊？是在空之中动，是不是？因为只有空的关系才看到我的手动，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子啊？一定是这样子吧？如果这里没有空间，能不能看到我的手在动？实相
就是空相，因为能动的一切相都在空中，而空是动不动的，空动不动，空是不动的，只有不动的、不变的，这叫做实相；能动的，这都是叫做什么相？能动的相叫什么相？幻相，叫做幻相。幻是什么意思？幻是暂时的一种啊现象，叫做幻象，叫做幻景、幻象。那我们的自我，如果认为有自我的我，这个是啊假的我，不是真的我，而把我们的自以为我的这个我，你看到它是在时间与空间之中啊，在成长，在活动，那可见的这个叫做幻象。诸位这样子听懂吗？很简单呐、啊，我这一个毛这个围巾呐、啊，是这样是一条围巾，是不是啊？围巾这样子变成了什么东西啊？围巾上面有了什么了？有了结，这个结是真的假的啊？啊？是真的？那我们看到的是真的，但是它不是结。为什么？这是我玩的一个花样而已。现在还有结没有了？没有了。那任何一个家庭有夫妇两个人，这个是真的假的？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了。夫妇两个是真的，可是结婚以前有没有夫妇啊？没有。我们台湾现在离婚率渐渐地听说上升，这很可怜的事。这个就表示叫做幻化，幻得又幻又化，化得又快了啊！我们要白首偕老，像那两位老居士啊，白首偕老。白首偕老是夫妇没有错啊，越老越好，对不对？这两对夫妇从啊小夫妇变成了老夫妇，究竟是小夫妇是真的还是老夫妇是真的？请问两位老居士啊，都是真的，都是啊一段时间一段时间的真，叫做分段的真，段段都是真，但是呢没有一段呢保留着不变，因此任何一个段落都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变化的现象，都非真。因此我们现在讲的实相是非实相是啊无相的，而实相即非实相，这个地方有很有也很容易懂。实相是空间嘛，我讲空，对不对？空是不动的，可是你说它不动，它本身是不动的，可是你看我的手又在空中动了，你看这个空啊，经过我的手在那边过来过去，空的本身怎么样？因为我的手在那边动啊，空本身呢也在受影响了，是不是？空本身没有变，只是空中可以动，所以不要以为实相就是真正有一个实相，
这个是啊，从反复的再来说，因为有很多人呢，认为实相就是啊最高的，就希望赶快成佛证涅槃。成了佛证了涅槃以后呢，成了佛就是永远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这个样子，这个如来相永远呢，阿弥陀佛永远受人家拜膜拜烧香顶礼，那是多好。不要如此想，成佛以后的佛他是啊没有定向的，成佛以后的佛啊，他本身是究竟圆满了的人，他可以分身无量不千亿，处处都在，处处都现，现种种相，种种身。听说释迦牟尼佛有千百亿化身，不是千百亿化身全部是佛的样子，而现种种样，种种身，种种身份，种种形象，甚至于自我也是佛在变现。只要他对你产生有用，那就是佛在你前面出现了。所以不要认为实相就是无相。下边呢，化解自我，众生的自我相是由妄心通过肉体的六根执着啊外境的六尘而生。是故《金刚经》说啊，不应住色身心，不应住身相，未出法身心，是众生自我相，是首先是从身体，然后啊跟身体相关的环境，然后呢产生呢心理的反应，就把自己的身体和跟身体相关的利害得失的六尘都把它当成我。请问诸位，先生跟太太来说，这是我的太太，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是啊，没有错啊。你们诸位是我的听众，是不是？是啊，没有错。本来我只有小小的一个声音，我在台北市演讲，台北市所有的人都是受到我的影响，结果台北市所有的人都变成我了。这个是六根呢还是六尘呢？六根呢还是六尘？六尘是我的环境就变成了我的执着，成了变成我。因此《金刚经》要化解这个自我，所以不要把你的环境当作你自己，不要在乎环境是你所依靠的或你所付出的。因此叫做不应住色身心，不应住身相，未出法身心。这个又是啊同样的，这个《金刚经》里反复地讲的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你应该面对着所有的人，要处理你能够所处理的，这是用你的智慧。但是处理了以后，做了以后啊，不要再说这个是我做了的，他们因为我而得福了，因为我而得到利益了。这个叫做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忘掉是最好的，心里的没有负担。如果不忘掉啊，我们就没有智慧，我们就把那些包袱背在身上，这是我的成就，这是我的功德，这是我的功劳。你老是想到你的功劳，这是变成你的包袱，变成你的负担。你做过的事情马上丢掉，做过的事情马上丢掉，你一身轻，时时保持自由身，你头脑常常是清楚的，这是最有智慧的人。第二条，众生的自我相是从主观的身心与客观的身心相对立而产生的，
因此啊，《金刚经》要一再的提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又说：若乐小法者，即作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这一词，《金刚经》呢，不能亲手读诵，为人解说。这四个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实际上是讲同一个东西，是我。这是我的主观的我和客观的我，我个人的我，以及啊，跟我有关系相关的我，有我个人的我，社会的、家庭的我。现在我们讲，我相是单独的个人，人相是啊，跟我相对的另外一个人，众生相是啊，许多的相跟我啊相对的其他的人，寿者相呢是啊，所有的众生呢，在时间的过程之中活动，今天的你我，明天的你我，加起来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寿者，时间过程之中的众生相，众生在时间过程之中活动，你执着它，这个叫寿者相，也就是整体来讲是在空间和时间之中，个人和全体的我。如果由这个四个相，多叫做我相。所以这个前面我们讲过，小我、大我，多叫做我相。如果乐小法的人，所谓小乐小法是什么人？乐小法是啊，小圣的人。小圣是治了汉，就是认为这个世间太麻烦、太混乱、太痛苦，所以我赶快啊离开这个世间，那就是修行呢，小圣法门呢，自脱自了，这种人叫做乐小法的人。那我们《金刚经》是大圣的菩萨法，叫做大法。如果是乐小圣法的人呢，他还是啊有众生存在的。小圣的人为什么还有众生呢？他怕众生麻烦他呀，所以赶快离开众生。我们这个世间呢，最可怕的是众生，众生之中可怕的是人，人之中最可怕的，你们说是什么人啊？最可怕的呀，是自己。自己有一个身体，然后呢，就需要有啊身体需要的东西，而需要的东西对象是啊自己的亲人。我们常常听得说啊，不是冤家不记仇，有没有这样子说啊？如果还是有执着，有我相、人相的，所以是逃避啊，而成为小圣。因此呢，他们不会呀、啊，相信这个，不能够听到这《金刚经》，就能够给人家解释，也不愿意啊再来读诵这个《金刚经》。为什么？他们不相信啊，他们不愿意啊。诸位不知道愿意不愿意啊？因为做了菩萨更辛苦，你们知道不知道？做了佛并没有好处哎。
我们做凡夫很简单，这是一个人一个家庭，这是一个小责任。要做了佛，要千倍一化身，很辛苦哎。本来只有只管一个人，只记一个事，结果做了佛以后，所有的人事统统要管，所以度尽一切众生，这个多辛苦啊！所以很多的人呢，听到说要度尽一切众生，就不想学佛啊。请问诸位，你们是不是要发愿度众生呢？要，我们这个众生世界太辛苦了，所以，现在很多的人呢，不为自己，而为社会；不为个人，而为大众。这是菩萨心啊。我不知道我圣言是不是菩萨，我不晓得，反正是呢。反正是我如果不来讲《金刚经》，可能也有饭吃。所以我来讲《金刚经》，是来学的念《金刚经》的，这也是学的发菩提心。现在我们往下讲，第三，提升自我，这非常简单的，提升烦恼的自我为智慧的功能，转变自私的自我为慈悲的作用。这两句话是我们佛法里边最重要的。烦恼是从哪儿来？是从自我而来的。很多的人认为烦恼啊是人给的，说社会不好，政府的制度不好，这个他人的问题太多，所以打扰我，困扰我，因此使我啊很苦恼。其实天下本无事，烦恼是自己找的。如果你把自我中心放下，烦恼马上就不见了。不要说能够把自我中心放下，就是把小我放下，而当其大我来的时候啊，你自己的烦恼就减少很多，你个人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你就是为了天天都是说为国家大事，为社会的问题，为世界大事，而个人的呀，一点点说头痛啊、脚痛啊、是头昏呢、啊，或者是贫血啊，这时候就自己的问题、自己身体的问题啊，就不是问题。不担心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你自己的身体的问题不是问题，身体差一点不是问题。因此我有一句共勉语，说健康怎么最好？什么样的健康才好啊？勤劳健康最好。勤劳健康最好，并不是健康的像牛一样，并不一定那个样，而是说你如果能够勤劳的话，你身心是健康的，纵然你可能也有病，但是你的身心呢，在对其他人来讲是健康的，你不是病人。自己不要自找烦恼，这就是智慧，请诸位啊能够记住它啊。自己自找烦恼，你就是没有智慧。有烦恼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当成是困扰，你就没有烦恼。现在下边呢，转自私为自我的慈悲作用。我们自私是为自己的，为个人的，为小团体的，为小环境的，而慈悲呢是啊不为自己的。我昨天还讲到慈悲没有敌人，慈悲的菩萨是不看到有敌人的，只是啊看到这些众生、这些人需要帮助，他有问题，不是我的敌人，而是他是我需要帮助的人，这叫做慈悲。所以不为自己的团体，不为自己的家庭，当然更不会为自己个人，
而是啊为整体，为全部。慈悲是平等的，慈悲啊没有选择的，有选择的叫不叫慈悲啊？这是我的儿子，我多给他两块糖。那个不是我的儿子，这个我只要给了一块就好了，已经不错了啦，我还给了他了嘛哈。这个算不算慈悲？这个不算是平等的慈悲啊，慈悲是平等的，因为无我，那就是啊没有一定的特定的对象。我昨天也这样讲过的呀。下边，即使啊无我无相，下边第三条啊，所以已不受世间的现象所困扰，也就不必啊逃避啊世间现象的困扰。所以《金刚经》要讲，无法相，亦无非法相。无法相，就是说，我对世间的一切现象不放在心上，我不在乎它。亦无非法相，哎，世间上所有的问题，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需要我去做的事，我还是要做。这个叫有非法相，一切法还是在的，虽然它是啊假的、暂时的，但是呢，要改善的、要帮助的，还是要做。这叫有非法相。所以很多人认为佛教是消极的，其实佛教是最积极的，积极之中啊更积极的一种思想。也就是说，众生呢无相，也不必离开众生。这个两句话是这样子哈，众生是，你做了做帮了众生的忙，不要想到你就帮了众生的忙，但是呢，众生是有的，应该还要继续帮助下去，并且更加积极的呀，要度众生，这是啊，《金刚经》的观点啊。所以又说，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我皆令若无意涅槃而密度之，如是密度无量无数无边的众生，十无众生得密度者。这还是讲的呀，从有相到无相，从实相而不要执着实相的意思。所以一切众生，我们统统啊要用佛法来帮助他，使他们全部都能够啊得到解脱，都能够啊成佛。而使得一切众生全部都成了佛，但是对我来讲，没有一个众生是因为我而使他们成佛的，这个是还是没有我相而是意思，也是说无相啊，无法相又无非法相的意思，也是啊，实相是无相的意思。众生是要度的，度完了众生，不要认为有众生可度。度完了众生，不要以为啊已经只是自己度了众生的。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对任何人做了任何好事，你不要再挂在心上，你做完了就完了，过去了已经过去了，这就是做的好事。如果做完了以后还在想，我已经做了好事了，帮了什么人的忙了，那后患无穷。是谁的后患？自己的后患。我前面已经讲过了，人家不回馈你吗？你会烦恼。人家回馈你吗？你会增加一份麻烦。今天呢，讲到这里为止。